好，关心最新娱乐消息，资深经纪人孙德荣日前发文说，希望艺人们不要再为了保护他老死不相往来，喊话希望王仁甫与小猪罗志祥能够放下二十年前彼此恩怨。原来就是因为二十年前媒体曾报道，罗志祥因为要离开孙德荣旗下，还煽动同公司员工一起走，让王仁甫相当不能谅解。对此，王仁甫今天中午出席活动也回应了这件事。我跟小猪很好啊，你们已经恢复。没有啦，我觉得那是孙总他本身他有他自己的一些时间到了，他就有一些他的一些愿望跟想法，并没有像他想的好像恩怨情仇有多深。毕竟二十年前发生的事情到现在，我想大家都知道，二十年之后你也忘记当时是为什么而吵架了。王仁甫说跟小猪都很好，私下碰到都正常聊天，只是现在生活没有太大交集。被问孙德荣有没有约吃饭，他则回应如果大家时间可以，应该还是会尽量安排。以上最新消息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